人我最清楚不过了，侯爷若是不答应，我便是化为灰尘，也不得安宁。侯爷，求您了。 大姐，这永平侯夫，这永平侯夫敢死安宁，是走为吉中主。我这病也生得蹊跷，今药石难救，妹妹行事稳重，我最放心不过了。以后这中阁。